时势造英雄，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？1970年，香港出现了一位枭雄跛豪。香港回归前，英国对殖民地香港管制松懈，于是又出现了一位时代枭雄。你听说过龙志强这个人吗？700万元大劫案，最喜欢绑着炸弹跟人谈判，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。你要多少钱才释放我儿子回来？15亿。给不给？我要你做卧底。如果你这次成功入局的话，一定会做些犯法的事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警察。为我们新加入的小弟，干一杯。这次的目标是贺不凡，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。他的目标可能不是贺不凡，很有可能是马空腾。我留下来只想报仇，如果我离开他，他一定会杀了我。你想干嘛？何天，我帮了你的。